好啦，去到第二節啊，分數9-7喎。南美輸咗十球。所以一球都好少啫啊！換咗二號嘅話，頭先冇出場嘅話，不過傳波幾好喎。啊，頭先有最尾出場。係咪算唔算二號傳俾佢啦？你覺得傳唔傳？定係自己咧？我唔知太耐啊，算啦，俾二號啦，都冇乜。買好似靠兩行出牌，都傳得靚嘅，其實二號。哎，一號。第二號係推開，推開咗佢，隔得好細力喎，咁都被推開，證明。正常，正常係有呢啲。唔好馬步啊，阿 Ben。馬步唔夠穩啊，阿 Ben。佢夠高，係啊！可能佢平衡。佢頭先佢掂一掂個背脊已經係跌低咗。好二號啊，邊時？五號添嘛，吹，輕吹佢啊，夾埋佢啊。都幾容易犯規喎，白色嘅可以喺中間發展下喎，咁衝入去咯。八秒。嗱，加加勁啊，加加，不過自己撞牆啊嘛。呢下真係賺埋咗，自己撞牆之後將個波份啊攞咗俾對方。廖嘉嘉係打緊越早喎，而家啱啱走一號板板，五號轉俾二號啊，八秒，二號先有兩分啊，都係走，瞓低兩件啊。不過正常爭位啫，呢球啊！係兩個都幾好啊，都扶起對方先，拍俾個 five 對方先。好換人，好換呢個今晚最強嘅。好，九啊九，邊個俾佢啊？邊個俾佢啊？我聽換人之後，我真係諗住會真係會換人咯。即刻唔知邊個俾佢啦！唉，今次少一個助攻啊！唔得，好走啊，走啊！唉，喂，放低啲零食啊，唔該。八秒。一號球。冇比賽啦，係個場好靜啊！今晚係咪同土瓜灣個場？呢啲場咧就因為做咗控制。唔係呢個場有係十一球，籃板呢個籃板嗰個，又係陳亞文啦。都好奮身表現喎，都嚟緊會改例喎，十月一號，十月一號呢招人唔會走步喎。係啊，走攬步啊，走攬步啊，可以多半步啊，十月一號。但係十月一號先啊。係啊。好，哇！全波原來，家家都投，二號用家家嘅計。邊個投啊？13就三投，籃板零號。
邊個話二號球嘅？球球嘅。我見到就係三分。好。三秒。三分。咦？實質手三啊！炒自己走，自己炒出去，自己炒出去。四分三十六秒啊！收到。但係對面嗌暫停啊，球員。係啊。九啊九比二號啊，比二號啊。十三比九喎，打得唔錯啊！一號板暫停，零號嗰個係三零零啊，零號啊，啱啱一秒都有幾多人？你喺嗰度？哇，係咯，兩都幾啊！你嬲叫你企可以停啊？三五百。你啲記憶可以停留一分鐘啊！加啲基本功好好嘅，但係技術差咗啲啊，可能太練得太多都係慘啊。加加係生仔喎，兩蚊走，兩蚊走，七啊七。不過七啊七都入咗四分嘅喎。自己隊嘅四啊十三啊，邊個俾佢噶？邊支邊個俾啊？在那邊的零度位那邊，一是零號，一是八號，下一球先啊！加油！十三比十一啊，只有兩分啊！零號板，差唔多啦，三分啊！今次真係有三分喎，又話佢唔射三分嘅。邊個起手啊？頭先，頭先邊個起手啊？冇零號喎，唔係，應該唔係。兩分啊！十一分。九九頭先未炒過啊！唉，九九犯規啦！九九。一分。哎呀，炒唔到啊，爭少少啊，十七秒啊！係啊係啊，一秒到，我都覺得係一秒。其實比多，因為佢兩個都係神，我覺得冇咁多。十一號神啊！好啦。
快球場好似喺隔離喎，唔係，你隔離打翻幾隊先？班名 ？Air，Air， 十一號 Air。30秒喎嚇，30秒啊！呢一節。係啊，我知啊，係一次。好，好睇，我哋10秒先睇。哇！呢下可以捉包嘅話，佢跳上嚟即刻射，捉咗落。8秒。7、6、5秒，4、3、2。好。咁之前白色邊個比較？13-11啊，領先係白色嘅。